安餐、平安餐，然后之后吃素。到我们新港奉天宫祝寿大典之后，大家又可以开始吃荤食了。是，来，那再次掌声那个欢迎，然后大鹏和当时的。咱大家对南疆的咱董事长、咱副董事长，啊，搁有咱的台东市哦，咱的副市长，即咱嘉义县的美人啦。我今仔看到伊一只，我爱加食足水的啦。因为我讲你无爱当爱嘉义县了，我拍拼一下吼。台东食好个，来当爱嘉义拍拼一下吼。啊，我咧韩国瑜，即拢好朋友啦吼。啊，韩国人好，加油！啊，因会长吼，啊，我是美莲啦，美莲姐啦，啊，那秋凤姐啦吼，咱大家来爱妈祖，妈祖爱咱全国大家拢平安，互伊无代志，安内当和平好无？好。啊，二代起家，大家来恭送妈祖。